这是我助理元帅，小袁。苏总，苏总您好，东西都帮您收拾好了，您准备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呢？扔了，扔了，扔了，扔了。好的，苏总。等等，这款衬衫不是他们家的秋冬最新款吗？而且都还好好的呀。嗯，为什么要扔掉？没事儿，咱有钱，有钱。呵，你以前那么瘦的？那个宝宝，自从跟你在一起，日子过得比蜜甜，人都心宽体胖，幸福肥啊！哈，您真是幸福，真是甜蜜，您真是肥。哎，你们搬家？江总，江总，江总您好。啊，我在帮苏总那个收拾东西。苏总。啊，那这位就是苏总的女朋友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苏总的同事江总。江总，你好，我叫欣欣。哎，小袁呐，先帮苏总收拾完了，一会儿把我房子也打扫一下吧。好的，江总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个，我们先回去了啊。